南西江村落建筑的类型丰富，民居、祠堂、庙宇、亭廊，它们的内部结构、屋顶样式都不尽相同。登高俯瞰，屋面柔软弯曲，在檐下仰望，木架玲珑交错。在没有现代绘图仪器和数学几何知识的传统社会里，这些让人迷惑的复杂形体是如何被设计、被建造的？这次调研，我采访到了老一代大木匠胡世梅老师，向我们详细回忆了民居建筑的设计原理和过程。在山坑村营建亭廊的王光宇老师也向我讲述了一座祠堂梁架的打样方法。与这次亭廊工程一起，这些回忆与讲述将带我们走进南西江古代大木匠的思维世界。世梅老师正在绘制的是一座民居的侧样，也就是剖面图。与西方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不同，当地大木匠并不绘制平面图与立面图，侧样就是他们唯一的设计图纸。这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当地传统建筑的结构逻辑说起。首先，当地传统建筑的平面都呈规则的方形网格，民居以三合院居多，还有 H 型、一字形等平面。在这样的平面中，间是最基本的概念。人们将网格纵轴上的木料合称为一品木架，两品木架之间的空间便是一间。各间从中间往外分别称为上间、三间、五间、七间，命名时要避开双数。人们将横向面阔称为过间，纵向深度称为荡深。过间与荡深的尺寸并不需要特别的设计，而是有几种不同的型号供主人选择。最常用的型号是上间面阔一丈六尺一，正间及其余每间面阔一丈两尺八，大档纵深七尺八，小档纵深六尺八，前方档纵深六尺三，后方档纵深五尺八。主人可以根据地盘的大小、实用与否进行选择，然后依此准备木料。所以建筑平面的确定是非常简单的，并不需要绘图。建筑给人留下的复杂印象完全是由它的剖面造成的。匠人们需要设计的便是这一品木架的结构形态。每一品木架的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往两边主品升高，称为升起。振动柱主品升起三寸，大部柱主品升起二寸七，小部柱主品升起二寸四，方柱主品升起二寸。然后将一品品木架横向连接，便形成了整个建筑的骨架，并获得了一个飘逸柔软的屋顶曲面。大木匠绘制的一品木架图，当地便称为侧样或侧面图。师傅们告诉我，侧样画好了，整个房子就定好了。胡世梅老师今年66岁，他的建造活动主要在60年代，当时人们普遍建造一字形二层楼的传统民居。他常用的侧样有三种：单面开阳式、双面开阳式加灯前柱式。是否开阳指的是是否做下檐，而加灯前柱是为了让二层更宽敞。
胡世梅老师为我亲自重绘了一次测样。从绘制的步骤中，我们能进一步认识传统大木匠思维的过程。首先根据事先确定好的档身画出柱子的轴线。第二步是求屋面的曲折，屋面曲度当地称为水，形象地表现了雨水沿着弯曲的屋面流淌而下的情景。每两颗柱子之间为一折，一般第一折为五分半水，即两船字的竖直距离除以它们的水平距离为 0.55， 第二折为五分水，第三折为四分半水。在求出曲折之后，大木匠还会徒手将折线加工成一条流畅的弧线。在屋面曲线确定之后，大木匠便从檐岭开始，根据檐口高度画出地平线。地平线画出之后，所有的柱高便都能从这测样中量出来了。然后在测样上根据当地穿斗结构的惯常做法画出两柱之间的筋以及横向的拉接构件。在这张测样中，所有的木构件都是用单线表示的。大木匠说，大木从内往外做，方木从外往内做，也就是说整个施工设计中运用的都是轴线思维。比较特殊的是水平构件，做成月梁状的嵌类梁类，图中的单线表示的是它们的替木下皮位置，而上面要承接楼板的渣类，单线表示的则是它的上皮位置。在测样画好之后，便要进行从设计到施工的转换，制作杖杆。杖杆是根据打样所得的尺寸而做的一根长形方木，
它相当于是一匹木架在一根竖直线上的一比一投影。它的四面分别是上尖、三尖、五尖、七尖这四匹木架的竖直高度的投影。大木老师将这个步骤称为把打样翻到帐杆上，帐杆也就成了整座建筑的一比一浓缩设计图。帐杆被大家俗称为整座建筑的当家人，加工木料时都用它作为尺子。制作帐杆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帐杆料由主人提前准备好，一般是一根比振动柱略高、直径较小的杉木。现在帐杆的四面都画出相距一尺的刻度。然后从明间开始，把每一匹木架的柱高都画到帐杆上。柱高其实是柱子上的领子背部到柱脚的高度。领子与柱子有两种交接方式，一种是领子通过一个一字形的榫头直接卡在柱顶，则盖背一般高四寸，榫头的高度称为戈枝，一般高一寸六。第二种是领子架在一个梁板上，梁板再架在斗上，斗再落在柱端，则盖背一般高四寸，梁板一般高四寸。民间的领子多采用第二种交接方式，其余各间的领子则多采用第一种交接方式。所以柱顶的符号包括了四寸盖背，其下或为一寸六的戈枝，或为四寸的梁板。然后依次从高到低，根据测样上量出的尺寸，画出大金、大布柱、小金、小布柱、方柱的柱顶位置，构件名称纵向写在一侧。上尖的一匹木架标注完后，将次尖、稍尖的木架都依次在其他各面标注，过程中要注意每根柱子的升起高度。接下来要画木孔，即标出各种锚眼位置。各面的锚眼并不升起，一般都同高。从上往下依次标出的锚眼有大金料、圆洞、大档料、过嵌、小金料。除了这种标示竖向高度的帐杆之外，大木老师还会制作标示每件面阔的过肩帐杆和标示档深的档尺。对大木老师们来说，帐杆就是整个工程的设计图。每一根构件的制作都离不开帐杆。这种方便简易的设计图可以有效地控制施工中的误差，大大的减少错误的发生。除了民居建筑，祠堂是当地另一项重要的建筑样式。与川斗式民居建筑不同，祠堂的民间一般采用抬梁式梁架。我特地请王光宇老师为我以传统的方式打一个祠堂的测样。王光宇老师特地找来一块门板，过去因为没有大纸张，老一辈大木匠都以门板为纸。同样的，他先用鲁班尺的短轴卡着门板的边缘，画出各档的柱子轴线。与世美老师从上往下计算屋顶曲面的方法不同，他采用的是从下往上的举架算法。门板的边缘便是地平线，先根据檐口高度找到檐领的上皮位置。檐领在当地称为水口，在当地大木老师的眼中，水口的上皮位置是整个建筑的基点，因为从它往上便算出屋顶曲面，
从它往下便安排出梁、斗、柱、柱础的数值尺寸。比如说我念做估计秧苗是四口百尺啊，没落水没雨水，我得吃对的秧苗我是五分大事啊，我一个估计过是五分大事，然后我就别个时候呢一个秧苗我第一开始的最迟开始该百尺，对的事情等到地里到上边到上边的到地里去了，那么我估计能有下一代。嗯，其实这个我根本给你看，你给自家的路搞的。王光宇老师先以水口上皮为基点，画出最下一折屋面的折线，于是得到相邻领子的上皮位置，再按照同样的方法依次画出屋面折线。然后从水口上皮开始往下绘制檐口构造。在村落中，祠堂建筑的规制最高，它的檐领极富于装饰。檐柱上会有一个简化了的斗拱，当地称为梁板头。它的构造是柱上架一个炉斗，斗上架泥道拱，然后架设带着梁板头的割梁。割梁的梁板头类似于营造法式中的乳符和一个滑拱的组合，然后放上小斗，当地称为身，再加上水口与子架。王光宇老师打的侧样柱子画轴线，横向构件则画出厚度与形状，但我们可以看出横向构件需要控制的尺寸便是它的梯木高度。当地的梁嵌多做成月梁状，它的外形细腻，底面和顶面的弧度都是中部较平缓，越到端头曲率越大，与营造法式中记载的月梁之制基本吻合。王光宇老师先绘制的是祠堂次间的穿斗式梁架，之后他又在其上绘制了祠堂民间的抬梁式梁架。五架梁上用两个元宝斗承接着三架梁，三架梁上再用一个元宝斗承接着梁板，梁板上承接着脊檩。这样一个抬梁式的祠堂侧样便绘制完了。王光宇老师也为山坑村的亭廊工程打了侧样，廊子的打样原理与民居祠堂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出廊子的檐口便是南西江一带典型的梁板构造。
但将要建造的六角亭则略有不同。南溪江一带的传统亭子一般为四角亭，六角形的亭子是近十年才兴起的。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些传统的处理手法。由于涉及到120度的交角，六角亭需要画出平面，而且大木老师为了准确地知道斗口形状以及各水平构件的尺寸，需要打1:1的平面石样。打平面石样是在祠堂的戏台上进行的，首先要画一个正六边形，光宇老师的画法是先画一个圆，再画一条直径，将它四等分，在第一、第三个等分点上做直径的垂线，与圆相交，便得到了正六边形的顶点。然后根据这个正六边形量出水口子架的尺寸，并获得炉斗的斗口形状。柳宗元的《子人传》中就记录了唐代的大木匠画工于堵，将侧样打在墙上，虽然只有1尺左右大小，但已经把所有的设计都包含其中，在侧样上量出尺寸，便能营造大厦。这种古老的设计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极其理性的构思方式，它与实际施工是密切配合的，而且形成了成熟稳定的规制，使得整个营建活动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实施精确，并最终建成一座座复杂而优雅的建筑。